展示嘛，啊。嗯，行，谢谢。啊，第一点的话就是检查这个线、线序和这个丝印，要对应的话接线，首先接输入。白线接 N， 然后再接电源，再接负载。负载的话就是这个线，然后是调光线，接线完成之后呢，就是检查一下所有的线有没有接错，输入白黑对应的输入的这个线，输出的调光线紫色和灰色分别依次对应，输出的这样的线检查没问题， OK， 我们就通电。通电之后开关三次，